师傅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袁景儿，我的徒弟们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抓他们？你来的正好，加上你放火的贼寇就抓齐了。来呀，把匪首护人家给我拿下！那四名土匪，明日由你押送省城。侯殿士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！出了差池，你我都担待不起啊！